수리를 내가 수리를 수도 열 지죠. 내일 나 배부 문제 가네. 거울 나서 배치사. 거울도 带吗? 来了，你们，我们来了。哇操，好多人哦，你看。你不是说早上来人少的嘛？那肯定算人少的噻，这下午票好多，你看，好多人。哎，黄龙河非要在，其实那起来当然是。在钓鱼的。黄哥哥当然找个位置。水稍微高了一点，本来就这样切的。我们都去那个最尖尖那里嘛。跟前台，前台那儿去。要哪个拍嘛？拍王里的那个。还有黄哥哥的头盔啊，好老，哇，好老婆。要买那头盔啊。黄哥哥翻了。啊！除了红哥那个路啷个走嘛？我那个膝盖遭得住啊！我回去我膝盖痛了，我遭的哟。其实来，来的那个跑酷很舒服哈。是。黄哥，给他来个那个镜头噻。OK， 小来。有那种，我站起来点。啊。就在那个位置。桥也有，那个也有，反正横竖都可以。长脚吗？短的嘛。那是短的。
业务现在啥子业务嘛，跑外卖。黄哥哥打算开奶茶店了，奶茶子嘛有可能亏钱儿了。你说啥子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永远都不晓得。我看到那个舒克，他不是还搞得更正噻？啊，肯定是要叫他拿一杆，我可能稍微不得行。其他操作简单。